各位大細超台友，而家係9:40，8月22日，2022年。今日咧係鄧小平先生嘅冥壽，所以咧就要紀念一個咁嘅偉大的人物。在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如果沒有了鄧小平先生他提出的改革開放呢，和那個一國兩制50年不變去處理香港問題，我和大家台友呢都沒有見到面的緣分，這個是事實。中國的同胞呢也都沒有了40年來改革開放得到那個成績，這個人物呢是叫做在近代史上呢很難有第二個跟他比得上的，特別他那種堅持的魄力和那種沉潛內斂，他的政策是和毛澤東最大分別。我們當然不可以抹殺包括毛澤東在內建立新中國的過去的共產黨幹部的黨員那種理念的精神，在積弱的中國要找一個出路，大家讀書都看過啦，由那個五四運動開始，即係想幫中國人找一條出路。咁一班有志之士咧，係揾咗蘇聯馬列主義嘅思想引進嘅。因為蘇聯咧用呢個馬列嘅主義咧，係將一個三四流嘅國家咧，係提升咗嘅地位。變咗咧，就要引用嚟去中國學習啦。佢成功咗嘛，當年蘇聯。他是將所有的國家的資源呢集中了在個政權的手上，打一個招牌出來，全部所有國家的生產力任何的資源呢都收歸國有，變咗國力咪強咯，所以我哋當年咧都有成講嘅，佢嗰個馬列主義咧、共產主義咧，打天下係可以用，但到打完天下咧、治天下咧就唔夠用啦，因為鬥爭性太強，佢動個招牌好大嘅。最終的目的咧，連個國家都冇埋嘅，係全世界咧共產主義嘅。
但佢忘記咗人咧就唔係機械人嚟噶嘛。所以當年我喺蘇聯訪問嗰陣時，佢哋社科院嘅院長問我：郭先生，你對共產主義點睇法？佢一定唔會成功。我嘅答案咧就係一定唔會成功。因為人心不同嘛，個個人都能力都有高下，智商又唔同，習慣又唔同。個宇宙咧又唔係靜止嘅，你違反咗個宇宙緣起法則噶嘛，所以佢唔會成功嘅。咁之後咧就蘇聯咧就另外有一個睇法，咁咪變咗而家佢哋都唔玩咯，佢哋睇到。即係要利用佢呢套咁嘅馬列主義嘅理論咧，共產理論咧，要嚟過骨咧就得，即係等於話好多上海佬以前南下嚟香港，又有啲做啲不法嘅勾當啊，又揾啲女仔嚟做撈女啊。是過渡時間，好無可奈何。咁你唔可以世世代代叫啲仔女去做犯法工作咁。佢嗰套馬列主義都係，即係你走去打劫銀行、打劫盛富貴、偷家拐騙搶，搶完翻嚟，咁你好彩嘅，咁咪改邪歸正咯。香港好多富佬、有錢佬都係一樣。特別在六十年代之後，有錢的人那些不是世家來的嘛。香港比較純正的世家呢，就是香港戰前都有錢的，口吹豪奪他們是賺到錢就作為成功的。那你找馬列主義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咁，系咪？兩句口號啫，毛澤東咁已經可以攞天下。但佢攞天下之後咧，佢繼續去執行呢個鬥爭嘅嚟嗰個主義嘅精神啊嘛，冇再去改變或者補充啊嘛，咁咪搞出個文化大革命，為咗保持自己嘅權力。即係啲歷史咧就唔講啦，大家上網睇到嘅。但點解今日都要紀念鄧小平先生呢？因為佢制定嘅思想咧，制定嗰個國策咧，佢同毛澤東唔同。毛澤東一生人妻離子散，個仔又喺戰場死埋。但鄧小平咧就好奇怪嘅，總佢每一日喺屋企。不是離開去工作的時間呢，他一定跟屋企人吃飯的，一定要啲兒孫啊都在身邊吃飯的，指定的。所以變咗個制定政策嗰陣時咧，係會顧及到老百姓的家庭倫理關係，毛澤東咧就冇諗呢一套，所以毛澤東制定啲政策咧就好撚撲街嘅，全部將你啲家庭咧四分五裂，老公啊調撚咗去青海，老婆調撚咗去新疆，搞到你個撚個妻離子散。同埋仲有一樣嘢咧，鄧小平咧係有個特色，點解話沉潛內斂呢？他未做過黨政軍，權力集於一身，他有機會做他都不做，他在做到副總理就退了。因為他知道共產黨的政權和內部的權力鬥爭呢是非常危險，
你隨時咧屍骨無存，隨時咧整個家庭都陪葬，所以佢咧一定唔做一把手。雖然佢三上三落，好多機會咧佢都唔做，所以佢就算處理咗華國鋒落台，佢都唔坐上一把手。咁有人佢個心就我哋值得尊敬啦，之後佢真係純粹為個國家去諗問題，將個人嘅名利得失啦，全部擺埋一邊。即等於胡錦濤總書記，佢一退落嚟，佢乜都唔留，攞退，製造咗個好嘅榜樣咧喺個黨內，所以胡錦濤咧總書記咧，我哋都尊重嘅，全退，又唔會話學江澤民咁再做多兩年軍委主席啊，但佢都唔及鄧小平犀利，有機會做一把手。黨政軍大權執於手咧，鄧先生都唔做。同埋最難得咧，佢係堅持佢嘅理念做到底。所謂1992年咧，佢都立秦，一定要堅持嗰個改革開放。但是呢就做一半冇做一半喎，後期啲幹部開放就有啦，變咗經濟咪起飛咯，引進曬外資，個個啊思想靈活咗。但佢內部嘅制度咧，政治制度咧冇改過，變咗佢係利用呢個鄧小平嘅改革開放政策咧，作為一種權宜之計。但這個呢個共產黨要再完善的，你不做好個政治制度的改革呢，變成你個權力的轉移啊，個接班人問題啊，那你每十年就要有一個大的權力鬥爭啊，下面的幹部呢為了爭上位又搞權力鬥爭啊，鬥督背脊啊，鬥擦鞋啊，鬥拖大腳啊，你又冇嗰個監察系統啊，咁你個改革開放咪錢都埋唔到尾咯。去到咁上下你要停，到而家咧就中國咧出現咗個改革開放，你而家停，行唔到再行唔到前，行唔到前，佢心胸太過狹窄。冇容人之量，同埋啲幹部咧太過自私，每考慮問題咧都諗自己嘅得失，所以撲咗街。但最不幸咧，就仲係呢近呢十幾年，習近平上嗰場，佢又俾下邊一班左獨嘅人。充滿阻毒思想的人，俾啲好唔正確的指引，佢用咗最簡單啦，叫我哋習近平領袖全世界去宣傳，用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目的，呢個係一個笑話啦。早幾日。中共外交部呢個黃毅乞衣，我叫做乞衣，我一當個大眾乞衣。為咗擦鞋咧，又執習近平啲口水，喺非洲對全世界講：啊，我哋而家咧實行嗰個中非命運共同體。阿黃毅乞衣，我哋唔想。同非洲共同體啊！你唔好搞呢套咁嘅衰嘢啦！
係人都知道非洲窮到撲街啦。你個中國人同非洲做共同體，你瞓撚醒未啊，王毅？唔好搞啦嘛！你話打開，你問每一個中國同胞，邊個肯話同意同非洲人做命運共同體先？即係何會咁撚窮啊？何會咁落後啊？你擦鞋都唔係咁擦法噶嘛？所以點解我哋成日堅持咧？話呢只王毅咧，佢唔落台咧，中國就冇運行嘅，就咁解。錯曬嘅，所以習近平咧就唔好亂咁拋書包，就唔好俾個下邊嗰啲咁嘅左獨殘神咧點你，啊又搞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即係搞共產主義啦。咁啊，個個月認為有300-500個月咧，就當富貴啦。咁啊，個個500咯，踎喺度當係共同富裕咯，係咁多咯。你搞搞搞到開倒車啊嘛！咁你仲有啲咁嘅皇毅之流喺度啊？唔加緊啊，興風作浪啊嘛，打锣打鼓啊嘛。其實啲人好毒噶。我相信王毅自己知道咧係唔通噶，嗰個中非明文共同體啲口號，但佢都要嗌噶，佢仲想再上層樓啊嘛，接阿楊潔篪個位啊嘛。我根據市場同我講呢只垃圾咧，仲想做總書記啊嘛，王毅係嘛？咁你香港，你話中國人揾呢啲咁嘅垃圾做外交部長，你係撲街唔撲街啊？咁啊，今日鄧小平革命前輩嘅冥壽紀念，咁啊，真心祝願咧，鄧小平呢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咧，繼續喺神州大地咧。開花結果，呢個係我哋嘅心願嚟嘅，啊，係咁先。